啊，做这样的主要是不行的，做那个很做一些那个定级定本的，定级那边很可悲的。这个自动化程度确实蛮高了，基本上代替了，也花了不少心思了。对，那个应该坚持下去的啊。你业务也有的，你们又不是说没业务啊。业务是很多的。你一个中测给你们做